化呢，啊，带着全国最好的馆，啊，栽培全屏东县最好的子弟。那今天很多的贵宾，那我就不要再一一的那称呼了哈。啊，我抱着感恩的心，那么许书松校长的梦想、理想，配合学校的优秀的教练，我们刘安金教练，不晓得有没有在场？有，在忙，对，在忙啊，是。那么体操协会啊，我们的这个杨明晓理事长啊，经常是三两天的那个管建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这么破烂的设备，怎么能够再培一流的教一流的人才呢？啊，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当时教育部给我们的1000万，然后来体委会，我们这个全国理事长当时是体委会的副主委了，啊，也给我们1000万，啊，各方面都帮我们支持，后续就是潘安武的追踪，那么他就争取了很多经费，总之啊，万事俱备，那也不欠东风，而且人才都汇集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有优秀的教练。那么学校的许书松校长，那么施校长，全力的行政的总动员，那造就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啊体操馆，啊优秀的选手，那替屏东县，每一次的全国运动队啊都争取了很多的金牌，让我们的金牌总是呢总数不至于下坠，还是维持到全国第七名、第八名的这个状况。我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努力才有今天了哈！哎，抱着感恩的心，我必须要对许校长、那施校长，那么这些这个教育部的长官，还有评委会的好朋友，那么长期的努力，来感谢我们中央建筑师，这个设计一流的体操馆，我们相信将来变成是一个好的典范的这个体操馆，那么。一定会跟新事会跟着来看，那总之我们无限的感恩，希望我们更多的精彩。